婉婉，送的你，谢谢。婉婉，你是喜欢第几卦，还是喜欢第二卦？爸爸，我喜欢第三卦。滚！看这鬼娃子，你看你三三要钱没得钱的，那长相比你爸爸还丑些，你是来看上哪里的？有没得钱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喜欢丑的，丑的啊，安全又可靠啊。这你放心，这黄云百里，我绝对长得最丑。论丑，在下自愧不如，告辞。遇大不中留啊，珊珊，既然我的婉婉中意你，那你明天就来定亲吧。哥，你的书一上午给他，我怕进的受不了呢。我这马上跟婉婉娘定亲了，这小发型必须支棱起来。发型支棱起来有什么用啊？你的衣裳也要支棱起来，你看你穿的叫个款式啊？买衣服不要钱吧？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？嗯。好弟弟啊，衣服我就收下了，等我结婚的时候多给你包点货洗一套。毕竟，是你呀。你给我走啊！我不想看到你。昨天都讲好的，几个就变卦了。我都说了，我喜欢丑的，结果你搞得真帅。你个大骗子，滚！